这个躲猫猫的开场舞啊，来宾好像跳的不怎么样。来，我们单独看林美照跳一下。1、2、3。你这是猫吗？不是，光哥不要笑他，人家是小花猫嘛，喵喵，小花猫。看我们有精神嘛，是是，脚都要抬高的。来，光哥示范一下，对不对 ？1、2、3，Go。像什么呢？像老虎。没有啊，我觉得很像家猫。然后有一些动作又很像猴子。他们长像猴子。那王静怡刚刚脚都不抬高，这个不好看。他脚太长了。1、2、3，Go。哇哇哇！你是干嘛？就是我的手比较长啊。哦，你刚刚从这边走过去试试看，不要音乐，走过去再走回来，预备起，走回来。要跳这个舞要整齐才好看嘛。OK。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躲猫猫。嗯，躲猫猫呢，今天要为您呈现的是跟我们看现场，好像穿的制服是学生一般呢、啊。有这么系统、有这么组织的这个机构没有多少了、啊。今天要去的是我们国内最好的一所大学。什么大学？淡江大学。淡大。我们去那边的那个风光明媚，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那边女同学也非常合作啊，我们到女生宿舍，他们也很欢迎我们。所以我们到那边做了一个躲猫猫。王静怡听了很羡慕啊，您高中有毕业吗？你怎么这样子？什么态度啊？是林美照小学有毕业吗？没有，我幼稚园有毕业。啊，幼稚园毕业啊。不过淡大我常去啊。淡江最有名是什么？蛋鸡。铁蛋啊，对不对？淡水啊，对不对？对啊。铁蛋吗？什么铁蛋，对不对？我们现场怎么会有唐老鸭在讲话？不是唐老鸭，今天不是在躲猫猫吗？躲猫猫不是躲鸭鸭呢？我的声音就是猫猫。我们马上到淡江大学去看一看，那里风光明媚啊！来，请看，史上最大规模的躲猫猫拿奖金比赛隆重登场。本单元的参赛者是刘龙告答最将近一年的女大学生李玉珍。喜欢小孩的李同学常常参加关怀儿童的公益活动，但是因为碍于高三课业的繁重，不得不只好把钢琴坑进冰。终于在他考上大学之后呢，就 number one 的选择了高贵不贵还门可罗雀的儿童话剧社。您别瞧这社团虽然小而冷小而省，但是能为儿童服务，这使得他如鱼得水。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叫好不叫座的儿童话剧社却要在学期末因为经费不足面临解散的悲惨命运啊。一介弱女子的李同学是否真的能力挽狂澜呢？希望能够为他们尽点心力，同时保留自己的兴趣，加油。这个我们知道去的目的啦，因为他们有话剧社，话剧社的个经费有限，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能用50000块让他找到的话呢，可以重振整个话剧社。哦，其实一个东西啊，刚出来的成品啊，万事举步维艰。对对对，很多事情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非常困难。我是想说50000块就可以挽救的话，那瓜哥你就捐献给他们就好了。这小女孩你看看，就让人家养习惯了，你看。啊，不是，是吗？是啊，我都还没反应过来，我很辛苦，都靠自己。对对呀，那你为什么靠自己？不是，就一点一滴的。静怡的意思很简单，他就是说，你可以放水，放简单一点，明显一点，让他们找到嘛。哦，你们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对呀，天下没有不劳。对呀，你都会讲，你还叫我们放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这最重要的嘛，对。所以刚王静怡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捐赠？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要捐赠是他们又不是慈善团体，对，他们是大专院校开设的，对不对？我们告诉年轻，不要告诉年轻人呢，要靠自己的实力。对啊，这些这么多年轻的美女，每天要工作这么多小时，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几个臭钱？是不是？臭钱。我们站在这边还不是都是对最爱臭钱的。来，我们马上就来看一看呢，我们长期的经过，他早期的经过，请看。
今天派出的两位藏钱高手是东厂专家胡花、西所专家何为民。厂专家胡花，外形微胖腿短，专业年资藏私房钱至今，专业能力天衣无缝，神出鬼没。西所专家陈为民，外形眉清目秀八大脸，专业年资菜鸟，专业能力纯属搅局，全凭运气。躲猫猫的驱动程式是：一，找钱一定要是两个金鳌变的狼；二，专家会把钱藏在挑战者提供的场合，双方使用同一种工具藏和找；三，藏奖金找奖金过程皆为30分钟，遇时不候；四，双方你情我愿，输的一方要认栽。战略分析：淡江大学女生宿舍3楼，选定3间房间，每间约10平，房间包括收藏柜、更衣间、床、书桌，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房间困难度40%。我看我们的躲猫猫啊，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淡江大女生宿舍，哎，简称淡大。但是呢，我们今天不是在这边侦办凶杀案，我们是来里面侦办的爆破案啊。什么叫爆破案？那个我们是来做好事的。躲猫猫的游戏，各位看到50000块的奖金，现金是来到女生的宿舍，因为她没有急需要救助。哦，真的吗？但是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错。但是我们鼓励年轻人要靠自食其力。那怎么样自食其力拿到这50000块呢？那50000块到女生宿舍。那不是让人家联想很奇怪吗？你看这个邪念，你看你连淡江之狼吗？真是什么话？我也是这个久仰淡江女生很久了。对对对，淡江女生又漂亮啊，又有气质。是是，对面的女生看过来，看过来，都看过来，看这个钱，50000块能不能拿回家？哎，现在就把它藏起来，藏起来。这个我们待会呢，看到这个女生宿舍现在20-30间，女生有上百人呐、啊，到底是藏哪一间呢？我们待会马上就进行了，走，大家都围观了，我们要小声一点，躲猫猫。干嘛？一开始翻一下桌子，不是，人家打电话可以找东西。是是是，慢慢找。哎呦，你狗啊，你狼犬啊，你来干嘛？好像，要不要我们看？我们不是来收毒品的。喂，你疯了你？瓜哥，什么事？来这个也没有人呐、啊。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什么事？大哥一定可以让我完成。什么事？我想在这边睡一个晚上。哎，这个不好吧？哎，大哥对我最好，对不对？哎呀，真是心愿，大哥。我想的。但是很可爱的，你这衣服放换那么快？对呀、啊，我已经戴好，我想这天想好久了。你真是太恶心了！哎，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换睡衣呢？那我现在找床位。哎呦，但万一被人家知道，这不好吧？不会呀、啊，大哥，你不讲，我不说，谁知道呢？哎呀，这千万不可以这样啊！万一被人家抓到怎么办呢？对不对？不会、啊，而且我们来这边执行任务的，是做好事的，你不要。大哥，你怎么了？我也换好了。你会不会有点恶心呢、啊？圣诞节到，我看圣诞节刚过。不是你穿这样，我也穿这样，我能比你恶心吗？你当然比我恶心，还戴这种恶心的睡帽。不是穿可以，千万不能动人家床。没错，哎，但是我们待会呢有权利可以翻东翻西，因为我们要藏钱，我们钱到哪里？到哪去？钱呢？好，50000块，钱掉就找吧。哎，我们开始呢，看是哪一间，我们开始一间一间看，到底藏那个理想位置，我们就好好的找找看。没错，马上进行。后面你看什么？不好找，但是感觉好像有动过，让他去找。这样藏得太容易了，容易找到。这怎么会呢？在床底下。啊？真的很厉害。我们才藏钱，我们怎么办？还有没有？哎，藏后面了。真的耶！你才看到一半，看，带着。怕容易找到，这一翻就翻起来。太少了，太少。这果然空啊，这大吗？你要回去找一下。那这个东西藏的话，也容易找。垃圾桶也会倒出来看，对不对？藏在高跟鞋。高跟鞋，那这个都更容易找，他一下就找到了。
鞋子藏起来，那个放电视上常常看到。嗯。跟得上。你时间很紧张，怎么走了？不行吗？那干脆送给他好了，可以开收据。好像没地方藏。这件千金可能藏不了，换另外一件。但是好，藏好了，藏是哎，这件藏好了，藏的太好了，光哥，太厉害，英明神是是是，马上就叫他们找了啊，我们到别家看看，有鉴定科都没办法。哎，好，好，就藏在三一零了啊，三一零是啊，三一零，好，我们再请别帮我忘记了啊，这也不行。没地方藏了，已经。这边怎么有这个东西？他们也玩恐怖箱。不是不是，对不对？瓜哥，这拿一看就知道了。那干脆把钱放这边，我们走，我们走。走里面好不好？哎哎，有人在弄，哎有水，走，好走走走。那你猜得到吗？一二三，猜得到吗？快吸，快点，快点。观众朋友，如果要爬高的话，垫的东西。哎，钱呢？钱是你家的？钱不见了啊？钱哪里去了？啊，这种。再做一个假的帐篷吧，到别间假装藏藏藏藏藏，我把它弄乱乱一点。哎呀，这间也没什么好藏的。哎，对对对对，我们换另外一间好了。好，换另外一间藏一藏。哎，还有一间对。是，这间藏一藏，三一一号。哦，这边跳不过他跳了。311啊！哎，好，赶快找翻呐！好。喂，哎，我在蛋大，帮我送一个披萨。你要什么口味？我第一。这地方应该可以藏嘛？哦。藏好，拜拜拜拜拜。教父帮我拉一下。好，教父要您。要不要剪刀啊？需不需要剪刀？你用嘴巴试着。那我们就藏这一间了。哎，又脱了一件毛巾，有点热吗？你怎么有这么习惯的奇怪？女生的东西总是比较香，很自然就带走。观众清楚了，我们到底藏哪一间？如果找得到，我们把它给他。马上就来进行我们的对赌猫猫。乖乖，往你的右边，对，那个方向差不多了，方向差不多，方向差不多。闹钟打开，歌声很烂，造型特殊，马屁股又很大，姚戴伟、刘尔金。我来这边办签名会，那就有很多人来了。哎，那这样也不好啊，会影响我们做生意啊。真的？对，你还好吧？如果您是我们的话，你会藏哪里呢？我会藏在衣服的口袋里面，暗袋里面。是是，哇，那你这个是很大方的，对老公算很大方的。怎么会？随便的老公这个钱。那我的衣服那么多，他怎么找？那钱很容易找，谁会放口袋？那衣服一丢的话，钱就会掉下来。对呀，对啊。您觉得会藏哪里呢？哇，我藏的地方很多。哦，藏哪里？可是我不能说。为什么？你老公说了就大家都知道了。人家不会去你家找那些东西啦。不过我可以泄露我妈妈的秘密。哦，那你不是害你妈妈吗？哎，现在买菜都有人跟哦。真的，我妈现在没有，现在有保险箱嘛。哦。我妈都把她的首饰啊，藏在那花盆啊，这阳台不是有花盆吗？哎呦。整个那个拿起来啊。就放在里面这样。放在里面呢，用塑胶袋包的紧紧的。哎，对对，老人家都这样，一层一层啊。像以前我阿妈也是一样，放里面什么存折钱，对，一包这个毛巾包好，又这个塑胶袋，然后。放在里面有没有？哦，来，我们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来看这段影片。
当当当当！大家好，我是石小龙，今天真的很高兴啊，到我们这个现场来，这个玩我们这个躲猫猫的游戏。今天呢，这个有我们淡江大学两位这个漂亮的女同学，听说他们这个社团已经快倒了，所以呢，他们为这个玩扣啊，今天是在国民演出。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这位同学，您贵姓？我姓李，叫李玉珍。啊，李玉珍同学，这个是哪一个社团的？是儿童那个话剧。那么对今天的这个要找到这个钱有没有信心？我可以讲没有信心吗？你可以说啊，就是心里面的感受。年轻人就要讲实话，没信心就说没信心。来，大声一点讲。有。你在耍我，真的是。好，那么我们讲，总共这个时间是30分钟的时间啊。我希望这个两位的真的是不计熟女形象，搏命演出。好，我们现在时间开始，一二三，开始。我告诉你啊，这个被子啊是最常大家藏东西的地方啊。找抽屉哈、哦，找抽屉这个是比较啊，这个是比较频繁的做法。卡在里面搞不好有啊。不可能。对，哎，怎么不可能呢？洗衣粉嘛，洗衣粉那个粉的东西，你知道。哎呀，哎呀，快快！你看这个灌洗用具里面最有可能，对不对？哎，我们的时间现在已经过了4分38秒，即将过了5分钟了。怎么样？放弃了？啊，真的放弃了？基本上啊，我们是一。这个有在这个山间当中啊，一定是在某一个地方。是谁这个时候还吃这个东西啊？我在替你们紧张，我还吃、啊、这个啦，打开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哎。快点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哈，我们的时间现在已经过了9分48秒，9分50秒。吉他那个共鸣箱里面有可能哦。来，快点，我们时间不多。快点。走。好，来，快，晃一晃嘛。你继续弄这边，端一下，你赶快把那个人家的被子全部掀开来看看，要不然的话，真的都没了。啊。来，啊，各位不要浪费在那一间了 啊！哎，不是这间。亲爱的中共弟兄同志们，请你相信我们中央的诚意，我们已经准备了热滚滚的牛肉汤，还有鲜美的馒头，但是不在这一间。那个端来，好，我看我这样的，我们赶快做决定。你不要再坚持了，你妈妈也在外面等你了。啊，进来，我进来。放下手上的武器，来，我们赶快器械投降，快，这件冲进去，好，很接近的，很接近，蓝衣服这位女生很接近的，这个吗？就是你，就是你了，就是你在念书的地方找就对了。对，你外面的同学都在替你紧张，我的已经掉下了眼泪。好，那我赶快的加油，从此的话剧社能不能存在就看你了。端端小姐，运用你的聪明智慧，找一些比较。乖，我看到不对啊，这500块啊，瓜哥你在唬我是不是？这个现金50000块啊，慢慢翻。怎么样？哎呀，差一点，太低了，太低，那就在这里面吧，这里面在这，不对，这怎么锁的？加油！快点！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分钟，快！找得满身都是汗，你看，完了，请出列。哎，好，赶快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外面的朋友正在迎接你，不能讲。好。同学很急，其实他们都知道在哪里了啊。对，没错，同学后面的同学不要再讲话，不要提示、哎。你看一身都是汗啊，真是。你为什么不流汗？你找的不努力，对不对？里面。那里面流汗啊！现在最后10分钟，再给你们找。延长赛，最后的不要讲，最后10分钟。15分钟了。10分钟，没关系。再给你一个提示，他是需要工具的。需要工具。没有工具是找不到的。OK。没有工具找不到。OK， 好。你要干嘛？计时一杯，10分钟开始。快！地板是不需要工具的。牛奶的主人要跟你讲话。读书的地方。有没有？安全帽不需要用工具哎。哎，我
我们的端一端已经开始在翻脸了啊，他已经不计淑女形象了。端一端，往你的右边，就是他。对，那个方向差不多了，方向差不多，方向差不多。闹钟打开，快点！注意，我们给你的是一把什么样的？罗赖马，罗赖马，刚才罗赖马。我们给你的是一把什么样的琴？罗赖马嘛，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也许就是他，哎，我想最有可能就是他，快快！哎呀，哎呀，赶快看，赶快看，还有别的地方。在哪里？你不要是站在那边啦！怎么啦？你不在那里，绝对不在那里，不要浪费时间，端一端，不要浪费时间，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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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闹钟啊！这边是你。这个，抽这个，啊，空的。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你怎么接我？等一下，位置上来。等一下，等一下，这里有没有多少牌？才最后一分钟。来，快快快快快！哎，快！我们找不到东西了，霹雳球冲进来，我们就被人家抓走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拿到那5万块钱。你们的社团怎么办？想想看，国家民族整个的钱都在你们手上，快点，快点，快点！瓜哥，最后10秒再给提示吧。14秒。他已经刚刚经过了，他已经就是摸到了。十，哎，啊，完了。9，8，快点，快点，快点！1，6，5，4，3，2，1，好，我一直提醒你，刚刚，对，你刚刚就已经摸到了，快要崩溃了，哦，很辛苦，很辛苦，来，我们告诉他一下，整个让观众知道，我们其实很有良心的啊，我们给他道具，也跟他提醒了，虽然是蛮难找，但是要训练你们，来，对，来，罗斯起子给我，刚才那个十字的那个，罗赖吧，哎，罗赖吧。他把德莱巴也弄丢了。OK， 来，来，请陈维明公布解答。噔噔噔噔。灯管要拿下来啊！好，我没有骗你啊，我只提示你在这附近找。你看嘛，我刚才有我，对，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讲说可能在那里面？可以猜啊，我们做节目一定要平衡。对对对，前面30分钟让各位发挥很多，后面10分钟给他造句，给他限定在这个地方。对啊，他也经过了，我们也告诉他了，结果他还是没有找到。不，所以也告诉你办事一定要仔细看看有没有，有的螺丝钉，看灯管大概拿不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没关系，这5万块我们谢谢丹大，你肯定没有人家看看。他说我们好，他说我们机车啊！两位千万不能过去那边，相当的危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情绪的群众的体力相当激动。哎，但是呢，我们是训练大家呢，找东西一定要仔细，不能这样。刚刚你们灯管摇半天，他也不拆啊。对呀、啊。那剩还有2分钟的时间，那是。嗯，哎，5万块，我们又收回来。哎，真是失而复得啊！真是幸运。哎，今天也谢谢施孝荣那么辛苦，一身汗啊。哎呀，他更惨，他也1毛。对啊，我1毛钱都没有，还盯着你们在那边吆喝了半天呢。这是我们的躲猫猫，希望观众会喜欢。谢谢我们淡大所有的女同学，谢谢。这可惜呀，藏得太好了。是，也不是这个，因为观众呢会被我们节目训练得越来越聪明了。我们只有名义啦，我们不要因为今天来看节目帮我们说好话，我们用名义。您觉得我们藏得有没有没良心？藏得还可以吧，哈，提示也蛮好嘛，哈。您觉得呢？我们会藏得太狠一点？对，那你是觉得他们笨吗？是。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太难了，好，骂得好啊！可是我们真的，我觉得同学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我们前面很机车，前面讲没有没有，不会，我们出台没出不到10级，被找了8级，我们都快破产了。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女同学嘞，从小大概很少去找爸爸妈妈的东西。瓜哥一定小时候就常常去找东西，嗯，所以就特别会藏。陈伟明藏的我不会，哦，那是因为女孩子比较细心嘛，是，可能他们比较急，所以忘记拆那个。其实看这个节目有2极化，有的观众觉得我们在教坏人家，可是我们也教了大家找东西要仔细啊，要仔细，这个正反两面嘛。对啊，我们谢谢淡江大学同学们这么样的热心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集的播出。